是我们的指挥，我叫老鲍勃亮。今天我带来的三首曲子，第一首一样是宋仁杰的《刘振明同行》的《耶稣回到我心里》，第二首也是顺地颂，是因为尼克老师换作曲家。那这首曲子比较不一样，是我们会有两个女高音独唱。最后一首 Locus Est， 那我们这首歌特别邀请了两位音乐系的可爱的学妹，一个是大二的玉婷，一个是大一的慧心，谢谢他们。好，请欣赏我们的三首曲子。耶稣，你到我心里，不是。
就成立了一个叫做大圣乐小组，就专门做室内乐。那这个什么特色？第一个就是说，这个室内乐里面有管风琴的实在是很少，又不圣乐，所以这是在这个，我所知道台湾还没有这样的一个组合，所以我们希望把它慢慢的多演奏一些曲子。那另外呢，我们是有自己专属的作曲家，也是我们乐系毕业的，在英国学作曲，那他是临时来作曲，他帮我们做的曲子，那他做的曲子呢也非常的有特色，他把圣乐改编成现在年轻人喜欢接受的层次，那里面有些像这个爵士的风味啊，都容纳在里面。所以我想，音乐、艺术都是要自己的特色，它才能够被群众慢慢的接受。所以，我们这个圣乐小组呢，今天就正式在这边演出了。以后我们会经常的在学校、在各地来演出。那我们有很多学校的一些音乐家会加入这个乐小型的乐团啊，有时候有不同的乐器的组合来做室内乐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这个首先介绍我们的音乐家潘老师就不用介绍了，张永琴张老师啊，张副教授啊，他是他在加拿大是主修音乐的，主修数理的，那还有我们学校是在我们的群英文学程，那做 SDG 的，是相当相当棒的一个老师，那我就不用加大概说了。就在九十岁的时候，还是跟大家都在玩音乐。那好，我们今天两首曲子，第一首是《Amazing Grace》，大家都知道的是叫做《奇异恩典》。那第二首曲子是《阿维玛利亚》，是这应该是十七世纪的作曲家做的，然后改编成现代的版本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谢谢。